我第一眼看到你说第一次跟你合作、嗯、其实我们已经第四，接着第四期了嘛。对，第四期。然后一二三期的时候，第一期开始就已经发现你为人真的是难得，那种谦虚，那种认真，那种努力，所以成功真的是不是偶然的。真的一定要给掌声给肖战，他花了很多很多的努力。刚刚上洗手间，他唱这个歌；吃饭，他唱这个歌；我们走路从走到走出来，他唱这个歌；坐在那边，他还在唱这个歌。啊，肖战真的很勤劳，有时候已经勤劳到很烦的地步。终于可以放下来了。